脚印，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咱甲这两张树木有同款的个性，有一个人的环境无真侪的负担来分因的心，因只要用意识服送佛法或者正的禅修方法，心就会当宁静安详，进入定的境界。由此作为发展智慧的基础，而且真容易进步。这种方式称为一定发展慧。但是另外一个人的环境有很多的负担，承受较大的压力，因的个性介意想东想西，如果因使用头前所讲的意识方法训练自己，别当让心进入定的宁静状态。因此必须小心地以智慧检查原因，爱用智慧来切断造成因分心的根本原因。当智慧对心所执着的事物经过境检视，
智慧所发现的，就胜过心所了知的，因为心将对此进入宁静的状态，而得到定。这类的人必须借着智慧，才能让心得到定。这种方式称为以慧发展定。透过智慧的运用，而稳定地发展定了后，这个定又阁会成为更加关键处的智慧的基础。这后面的阶段又符合于以定发展慧的原则。一个人若想要训练心，思其神卡，并且想要知影什么物件是烦恼的背后主苗，就袂当让心得到伊认识佛法，过度到变成烦恼。但伊嘛袂当放弃认识佛法，因为这嘛有违背佛陀的教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一个人练习禅修，培养定的时，唔通好心由研究所学习的物件安安条条的，也那无会升起过去甲未来的念头。
个时，一个人应该好心安住伊现在，也就是伊唯一爱关心的是当下才要做的代志。总之，如果心会当由意识服从于物件而得到宁静，就应该继续使用迄种方法。但是如果只可以借着运用智慧以各种神卡方法克服困难，才可以得到宁静，那呢就应该运用智慧以协助得到宁静。这两种训练的方式，以定发展慧，以意慧发展定的成果，就是定意慧的开展。就名称以性质而言，定是宁静。定有三种，第一，刹那定，心会当在期间保持平静不动，然后就出定。第二，进行定，
伊刹那间要讲，但卡持久，以后出定。第三，静安止定，此定未息，坚定不动，会当持续长时间，并可以随心所欲地维持在定中，或者是出定。在此，先简单地讨论一个静心定。一，在静心定中，内心进入宁静状态了后，并无一直保持伫个这个状态，而是部分的心会提出来，并知影伊心所接触到的无同款代志。有时是一挂甲家己有关的代志，禅修者会看到禅相。这个禅相有时好，有时不好。一般来讲，初阶段的禅相是与家己有关的代志。如果无细腻，会带来一挂麻烦。因为这种定中升起的禅相是变化万千的。三，有时伫个家己个面头前，会出现家己死死个影像，尸体忽然长大，有时即是别人个尸体，有时是骨架，或者是残骸，或者是看到一具尸首被卷走。
常出现这种现象的时，客的人会将伊作为一种取向，进而变成事项，因为这种得知定力更加坚固，以及智慧更深入有力。是一位有能力保持理念、理性态度的人，会当对这种现象中来得到益处。面对伊，而培养出正念与智慧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众春之际，发愿之时，净土院于一年之初举办华严植福盛会，礼拜华严宝忏净舍供佛大斋天，并施放于前宴口法时普济十方。愿新的一年，不论三千世界法语恩泽，愿新的祝福成就六道众生菩提佛果。华严盛会借由读诵普贤横愿品，以普贤十大愿为纲领，广行六度万横，以愿导行，成就无上功德殊妙门。华严盛会也透过礼拜华严海会佛菩萨，消融往昔罪业于一礼一忏中，又以华严42字母庄严的梵韵，清净三业，驱入无相般若波罗蜜门。圆满日的上午，净舍供佛大斋天。因为诸天受世尊的嘱托，于世间巡行功过，护法护教的同时，也守护大众安心办道。所以大众被以庄严的法仪与精美的供品，与感念三宝同时，也酬谢诸天的护法之恩。圆满日下午设放于前宴口法时，以平等布施的悲心，化解恶鬼身心饥渴之苦，与领受佛法清凉甘露之际，解脱恶趣苦因。大众随疑闻发慈悲心嫉妒的同时，
自然远离恶鬼道牵贪的恶缘果报。欢迎大众于新年之际广行菩提愿，以华严直福盛会万恒之英华，回向十方一切刹，皆共契入般若性海，圆满无上庄严菩提华果。寺院呢，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，会漏水，甚至会漏电，啊，去看到法会吼，老大人跋倒受伤。龙岩寺是在台北市，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，为老都跟申请第一间寺庙，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，让出家人有资源可以在佛法的教理深入精湛。除此之外，龙云夜间佛学院还有做慈善，帮助弱势团体。目前呢，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，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。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十方的护持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，让社会更认识佛教，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来净化整个人心。所以拜托十方各界法师哈，给咱道三纲道好经哦。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告诉了我们，过去佛与现在佛，佛佛道同，为佛与佛乃能证知诸法实相，让一切众生了解，我们本来都能够透过佛法修行来成就，来解脱，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。从今直到现在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，那当然希望阿伯还有很多经费大家到三港，让他能够早日完成，发挥都市道场弘法利生的功能。西班牙每年平均有140,000只宠物遭到遗弃，当地在去年至少有110,000只狗及33,000只猫被抛弃，堪称欧洲抛弃猫狗最严重的国家。西班牙政府决定起草法案，禁止宠物店出售猫狗，往后亦有可能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动物。农业部部长卡班纳斯表示，希望国民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就乱买动物。动物权益组织非常欢迎这个决策，因为狗的收容所几乎狗满为患，每天都有狗只被主人遗弃，但与此同时，宠物店的动物又多得不可胜数，不合常理。西班牙当局希望立法有助截止国民一时冲动购买宠物，取而代之，顾客可先在目录浏览动物，稍后再从繁殖场直接购买，降低宠物店的爆满情形。而最佳的方法还是希望民众到收容所认养，一来降低不人道的动物繁殖，二来让需要被爱的生命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